的是我的小孩跟我老婆。对，你会在乎这些游戏吗？现在你都没恭喜 Kid 哦。对呀、啊。他那个恭喜爸爸，不要再换了啦。对呀、啊，后面爸爸。哦，已经公开讲了，公开公开，很早我就知道小野，想说宪哥自己的一定要，对，他也先跟我讲的，请他来帮我发消息，结果没到，宪哥真的没讲，难得守口如瓶，他哪没讲啊？爸爸啦，我最在乎的是我的小孩跟我老婆，你会在乎这些游戏吗？加油，冲冲冲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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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其实每次国安大都给我们一些新的挑战，但是我们想说，为了玩粉，然后为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做一个真的属于自己过得去的一个作品。第二了，第二了，加啦！一二三，睡美人。一二三，木头人。一二三，木头人。是呀是呀，我赢了。为什么要连取三颗啊？啊，完了，他大哥，他大哥不会玩这玩法。好，好，大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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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抽题，选择一题，选择一题给你个小帮手。其实很简单，其实很自然，两个人的爱有两人分担。孤单动物。答错。哎，我觉得你们的工程已经越来越大。对，一开始只是只是油漆，后来搞到已经可以贴瓷砖，然后现在玩木工，哎，木工是最难的部分呢。就画完之后就得先找台，因为我们女生就是负责找五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